一年一度的金门跨年晚会今年在金城的行政院金马联合服务中心前面广场举行。除了邀请国内卡司最强的艺人到场表演之外，并现场有分四个阶段丰富的摸彩活动，吸引将近3000多名的民众跨年。本台也为了服务乡亲，在本台的综合台为乡亲全程实况转播。4、3、2、1，往前推！2024金门跨年晚会，金门有够嗨，正式开始。局主办的今年跨年晚会很适合老中青小朋友观赏，也安排3支金门在地的团队参加演出，包括金陵中小学的铃鼓队，还有 KDC 舞团、金门大学的街舞研究社。在现场，每一首邀请来金门演出的艺人精彩演出，和乡亲同欢，金龙年送福气给乡亲。我相信呢，大家呢借由今天晚会的这个演出，然后大家都欣赏到这么多艺人为我们表现出这么好、这么专业的这一些performance， 我想今天大家都会很开心，对不对？那希望大家带着这个欢欣喜悦的心情，一起要等一下来迎接2024年，好不好？好。今年除了有精彩的晚会之外，现场也有精致的美食大街，带给乡亲共同欢乐无限、超嗨的跨年晚会。